现的六月女，据说也是你非常宝贵的收藏，对不对？因为你有去探听哦，全台湾拥有这六月女收藏的人不多，不多，多少人？嗯，目前啊，我知影我是第三套的。你是第三套，因为嘛拢有几套诶。有那个第二套，那个是在淡水跟。来，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哦。这一套是您的吗？哎，这套啊。你今天带来其中的。其中一个，因为它太重了，实在是不好玩。是多少斤哈？从六七八九公斤都有哦，那非常感谢你今天帮我们这样带来呢。带这个真的很辛苦，从家里这样帮我们开。你对我这波的支持，只要这么感动，很感恩。来，那多久前？这波料我请你看电影。阿汤哥的电影直接看起来再回去了，因为这个今天啊刚好许小姐来录影的时间还是我们最后已经放饭完了，你看就甘心嘛，要待会还要再这样帮我们带回去哦。今天真的有跟大家讲一下，你在收这个物件的时阵，你对这个物件了解是啥物？对呀，其实哈，我本来对石碗头的物件我无熟，是啊，就是哈这个主人，嗯。他欠我50万啊，是安尼来，50万阿姨嘛讲啊，无我都有一挂股东无咧爱啥，对，我就摕这套，啊，搁有一张迄个那个桌子哈，案桌，嘛不是的，迄应该是花梨，花梨那边黄花梨，花梨是，就那个桌面哈，七个杂包囡仔，七个男生拿不动就对，后来我就拿这一套，还有那个桌子，还有。刘哲美嘛，刘哲美是石碗头一把照，是刘哲美一个迄个，还是什么物件？伊迄阵啊，就受迫了，啊受迫，嘿，进前有人来人家赶鬼，这是正立的，照片的，这一个就是受迫，这个受迫对，尺寸有没有比他还要大？他37公分，是，之前你们有见过一个小的，我这个是大号的，是，那所以这样零零总总这样加起来，你觉得这一套？那这一套你觉得大概是这里面的50万里面的多少？后来因为我看过第一套哈，别人买的第一套那个拍卖好像拍卖50-60万哦。哎呦，啊，你那拥有第二套，那个伊足欢喜的，欢喜讲啊，我当时嘛是10万块港币的，啊，今嘛变遐，啊，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台南的曾先生，他也有一套，这样做哈，哎，家庭哎，这种较小寡无同哦，嘿，伊种有迄个色差。哦，有色差嘿，啊，我诶做完整诶，几乎都完美无缺。是，你现在看多鲜？没有，都一样诶，都一样大小，是，平均在5、6、7、8、9公斤呐。是。所以等于也帮朋友渡难关，然后自己也留着。它后面有那个嘛，落款，旁边有落款。我介绍给你听一下，好不好？好。我你讲。石碗头哈，石碗头是唐代的，那个三彩陶。流传下来的那因为唐代哈安禄山作乱，民族大迁移，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客家人，客家人就是从那里时候开始的，就是说北方民族大举入侵，南方民族就不得力，就开始往南边走，所以石碗陶呢，它接受了所谓三彩陶的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比如说你看啊。也不会富的时候在东博右色，对，那你去那个故宫博物院去看，所有的那个唐三彩，好明都没有釉，哦明都是白白的，用化妆土的，但是石碗陶哈越来越精细，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你比如诶哈在神明那上面动用石碗陶，因为石碗陶它塑造跟烧制哈比较简单哦，伊唔免烧甲亲像灰啊，讲烧甲千几多，伊差不多烧甲800多哈，就会使成型啦，哦啊够足水水，啊你啊看诶外靠风吹雨打啊袂变色，哦，所以就是石碗陶的一个传统。那曾立哈，曾立这个算是一个国家级的艺术家了，艺术家。那他在烧制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那其实他烧了将近50套，啊，成功的好像不到5套了。哦，成功的不到5套。哦，那我来讲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叫六月祭。这六月祭哈。很重哦，这很重哈，因为它是胶质陶，6到9公斤的胶质陶，做得很漂亮哈。你看它画的啊，你看哦，真的就碎耶。然后它有6种乐器，
对，六种乐器。哎，六种乐器哈，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艺术品。所以许小姐当初你看有月婆，对不对？还有一张圆木寿婆，啊，寿婆，然后还有黄花梨木桌，对不对？很大一张桌，然后还有这个六月祭。所以这六月祭这样，大概一组应该您觉得大概20万到30万，我觉得不止呢。对对，我是说之前就没就拍卖不止这个价，不止这个价钱嘛，对不对？但是我说你买多少钱？你买的钱，我刚刚那些东西加起来50万，就是那三个，对不对？因为我现在要先就它的价值，我们先算这套如果是20，我们就把它算20，除以6，大概33,000，好不好？我们就33,000来看看。它目前这个的价值，这一尊多少钱？对不对？对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有六尊，对，你单一尊那价格就不高了，对，因为你现在有六尊，那我们除以6，这样好不好？这样观众朋友就好算，才知道高低差在哪里。应该是你哪公单尊较小嘛哈，啊，你哪全部六尊，而且完美无缺的话，那个价钱就不一样。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等一下秦老板说这一尊多少钱，你就乘以6就对了，是这样好吗？好，好，来，那我们评估一下。下件第一件，请见，请见价，30万元，光是一尊啊，一尊哦，恭喜恭喜，哇，这是，但是我太爱你了，但是你如果你只有一尊哦，大概就10万，如果你六个都有，那就是一个。就是180万一组啦。哦，我们两个有默契嘞。我要来的时候会不会刚好是180？哎呦，真的，很厉害哦。我跟你讲，所以好好保存哦。我常常跟美女哦，都心有戚戚焉。真的，他下次就知道那是爹当，应该要先去保存六月祭。要小心哦，这个手指哈，因为它是低温陶，手指很容易断哈。哎，它碎裂哈。所以刚刚许小姐怎么帮我们带来的？我就是啊，我为着伊吼，要绑安全带，不是安尼，不是安尼，为着这尊布3点钟。啊，最后安怎来啦？我家己开车来啊，做气做呀。无，我根本想拢无啊多啊吼，全甲头前个做伊，甲后边做伊，甲夹来有无？啊，伊是我规个用泡泡纸规身躯甲围嘞。啊，对，围只狗。我是安尼炸啦。是啊，我来讲吼，这个物件会愈来愈起价，所以讲吼，所以我来讲吼，你要去做吼，你要做迄行啦。对，甲固定起来。行啊，内底有泡面呢，甲落咧。对，啊外靠，你外靠吼，你搁甲写名，吼，啊你个号名嘛，号人个嘛吼，啊你甲藏咧。这琵琶手啊。啊对，啊你甲写了，啊以后面骨啊开来开去，下面吼破去，那种坏去啊哈。对啊，好好的保养它，好好的保护它。恭喜恭喜！我刚刚拿了以前的报纸哦，91年包装到现在都没有拆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价值太好了，对啊，保存的很好，一个圆球款，还有玉镯，球款呢，你看，栩栩如生，夹碎。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